什么？永宁来了，小峰，我今日给你带来位新客，你快来瞧瞧是谁。永宁，小峰，你来啦！你近日可好？我来给你引荐，这是我的八妹洛西。前段时间，她随她的母妃回益州省亲，今天刚上京。这位呢，便是从西州来的九公主小峰，她是咱们李朝今后的太子妃，也就是我们的准嫂嫂了。见过洛西公主。小峰，我们平时姐妹少，连打叶子牌的人都凑不齐。如今倒好了，你来了，我们就能时时刻刻在一起了。嗯，所以你千万不要见外。小峰，上次教你打的叶子牌都会了吗？记得，还记得一点。走，走。我吃完了。又输了。小峰，没事儿，这打牌嘛，得学会先输，才知道怎么赢嘛。过来。哎呦，永宁，我们再来。阿爹，女儿到上京已有一个多月了，确实不容易，也难为你们了。近来你就在店里好好的调养。听他们说，我们的核心队伍遇到了杀盗，所有人都死了。我和阿杜幸得五皇子保护，才捡回了一条命。可阿杜却被那帮杀盗毒哑了，而我也忘记了好多事情。太医说了，这是暂时的症状，好好调养些时日，说不定你的记忆会慢慢恢复。我想，或许忘记的是些不好的记忆，忘了便忘了吧。吃吧。太奶奶，我来吧。太奶奶帮你端着，你来吃。来，阿爹阿娘，吃。我在这边生活的挺好的，上京的风景很美，来，宫里的人也都对我挺好的。来，先拿下去。嗯，哎呀，太奶奶呀，是太喜欢你了。太奶奶呢，从宫中啊挑了一个好的宫官给你做掌事宫女。就是这位，婢子见过九公主。永娘不必客气。太奶奶呀，叫人给你布置好了寿仁宫的侧殿揽月阁，可好啊？这样一来，太奶奶就能常常听到你说明远长公主的一些事情了。小峰，小峰，啊，你在想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们就想知道，在这几个哥哥当中，你会喜欢谁呀？哎呀，你们别拿我打趣了，我是来这里和亲的，不是只能嫁给你们的太子吗？而且，我连他们都还没见过呢。说的也是，哎，等有机会，我带你去见见他们，如何？阿爹，阿娘，你们放心，不管将来要嫁给哪个皇子，为了你们，为了两国子民，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任性。阿杜，阿杜，你帮我把这封家书偷偷送到驿站去。
我会乖乖地待在上京，接受着属于我的宿命。阿爹阿娘，珍重，盼回信。上京这么久，我们一次都没出去过，再不出去，我就要活活憋死了。走。九公主，没有太皇太后的允许，九公主不得出宫。我是西周九公主，不用遵守你们这些规矩的。走吧。我有太皇太后的特许，你们要是真拦着我，她万一怪罪下来，你们也担不起啊。公主。九公主，公主，快回去吧，方尚仪在揽月阁等着你呢。方尚仪是谁啊？凡为女子，先学立身，立身之法，唯物清真，清则身洁，真则身容。方尚仪，这么多书，我都要看完吗？公主，这些都是太皇太后吩咐上仪局送来给公主修习的礼制典册。太皇太后说了，公主大婚在即，先捡要紧的学着，其余的规程仪制，日后慢慢再学。大婚？你们现在连太子都没定，我跟谁大婚，嫁给谁啊？无论太子定否，公主，您都是未来的太子妃。是东宫的典范，这些礼仪典制迟早是要学的。除了这些日常的规程仪制，东宫中一应事务都需由太子妃统管。往后东宫中的其他妃嫔也都要以公主为首尊，视公主的言行令誉为典范。哎呀，方尚仪，你说的这些我一个字都不懂，我求求你放过我吧，别再让我学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竟敢在宫中私藏兵器，如要禀告圣上，你这是死罪。阿杜，不得放肆，你想让公主因你受罚吗？阿杜，下了他的刀。方尚仪要罚就罚我，为什么要拿阿杜下手呢？公主乃万金之躯，奴婢不敢罚。但是她身为公主的贴身婢女，如此不懂规矩，理应受罚。好，我学。公主，请跟婢子学习女戒。女有四行，女有四行。一曰妇德，一曰妇德。二曰妇言，二曰妇言。这位姑娘可要试一试这笔？好啊。
嗯，写的不错。哎，笔墨横姿，一字见心。这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就是送给我的了。殿下，这只是用来试笔的。殿下若是真的喜欢，改日我再另写一幅送给殿下。无心试笔。 才是点点滴滴在心头，你有心写的我要，无心试笔的我也要。殿下，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你忘了，前天我们见面的时候，你说你今日要来东市买文房四宝，我算了一下时辰，你应该在这儿，所以我就过来碰碰运气。殿下有所不知，小姐今天一早就到这儿来，等着殿下过来找她。晴儿。 还好，我没让你失望。这幅字我会好好珍藏，等过几日靖远围猎时，我打了猎物，再补份礼物给你。过几日我也会同父兄一起去靖远。那好啊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打猎。嗯，娘娘，翼王殿下来了。银儿回来了。儿子见过母后。快免礼，去拿一些翼王最爱吃的糕点来。是。过来坐。好。 来，喝茶。哎，母后，我来。在宫外啊，住着真不习惯，还是母后这里舒服自在。哇，都是你爱吃的，快多吃点儿。银儿啊，我最近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，说你与那赵靖宇家的女儿走得很近。 这赵靖宇呢，虽然是辅国将军，但他手里并无实权，你与他的女儿交好，与你的前途无异。母后，您不要听那些风言风语的。我与瑟瑟自幼相识，我生病的那段日子，他确实偶尔会随他哥哥来府里探望我，不过就是走得近些罢了，不是您想的那样啊。好，你自己有数便好。嗯，知道了。 古人云：“食不先醇，气不作响。”舒果要细嚼慢咽，注：要这般，轻拿。注意仪态，请再做一遍。 吃相成何体统？嗯，好吃。方上仪，近日这九公主对这礼仪呀、宫规学得如何呀？嗯，回太皇太后。
九公主聪明伶俐，悟性极高，只是心性顽劣，婢子怕是有负太皇太后所托，教不好九公主。这是哪里话呀？这宫中的一些嫔妃们呢，都是你教出来的，你最有资格，最识大体。九公主再是顽劣，老身也相信你会把她教好的。多谢太皇太后抬爱，婢子一定尽心尽力教导九公主。教导呢是固然重要的，但是也不能太苛刻了。你要知道，这孩子可怜的，从小背井离乡啊，不仅遭了难，还失去了记忆，真是太可怜了。婢子遵命。退下吧。婢子告退。幼娘，在。你呢？是时常在九公主的身旁。但赤灭国和他母亲亡故的事情，要守口如瓶，不许向任何人提起。是。是。王爷，柴先生已经在书房恭候多时了。来时可有人注意？王爷放心，是跟着花匠从后门进来的，我都查过了，没人注意。王爷有高相支持，但是高相他的势力在朝中独大，对王爷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啊。要知道，帝王之道在于平衡。皇上为防王权旁落，不会轻易把这个太子之位交到你的手上。就目前来看，宣德王的背后有忠王等一干老臣辅佐，再加上他自己行事滴水不漏，深得皇上信任。他和王爷相比，就好比是棋盘上的黑白两子，两者只能存其一。先生的意思是让我与二哥相争？韬光养晦，无为而为，不争而争。先生，可有表哥的下落？永宁公主、洛熙公主到。永宁，小凤，你怎么把字写到额头上了？啊？有吗？公主，我看看。我这就去打水啊。哎呀，永宁，你不知道，我在这宫里都快闷死了。我们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明儿父皇要去围场狩猎，所有的皇子公主、王公贵戚们都会参加，可热闹了。你不是想见我那几个哥哥吗？我们就央着二哥带我们去，我们去找他去。走。哎，公主，擦脸。哦。瑟瑟，以为父之见，宣德王年轻有为，他才是众皇子当中最有希望入主东宫的。今日围猎是个好机会，你一定想方设法找机会接近他。爹，
我不喜欢宣德王，我喜欢的是翼王殿下。爹，我也觉得那翼王殿下不逊于宣德王。这次他在丹池立下那么大战功，还亲手砍了叱咤一生的丹池王首级，这胆魄非常人所及啊。而今太子之位悬而未定，我认为翼王也有可能当上太子，不如您就顺了妹妹的心愿吧。你懂什么？翼王不是皇后亲生，其背后又是皇上所忌惮的高相势力，皇上怎么可能立他为太子，任由高相一党在朝中独大？要是嫁给那翼王，等太子之位一定，他就不知道被发配到什么地方去了。二哥，有宁罗谢来了。三哥，三哥，四哥，和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便是西周的九公主小风。九公主，九公主好。这位是我的三弟荣王，四弟允王。见过荣王勇王，看什么呢？啊，带你过去。啊，我走走走。怎么不见五弟呢？刚刚还过来打了个照面。赵将军一家今日也过来了，八成是跟赵小姐约会去了。二哥，父皇还在离宫等着我们去觐见猎物，太皇太后大约晌午的时候也会过来，我们还等不等五弟啊？即使如此，便不等他了，分头狩猎吧。晌午之前在这里集合，大家都要注意安全。九公主，林中危险，你又是第一次狩猎，不如跟我一同入林吧。不用，我去找永宁他们。永宁，驾！这野蛮女子真是不懂礼数。裴将军，走走。见过二位公主。裴将军，我们家洛熙不会骑马射箭，我呢也马马虎虎，想劳烦一下裴将军教教我们家洛熙，免得他受伤。裴将军，好，那就劳烦裴将军了。来，四子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围猎不是已经开始了吗？我就是来找你的。你怎么没穿旗服啊？不是说好一起狩猎的吗？我不会骑射，出门的时候，父亲也不准我穿旗服。原来是这样，没关系，你在这儿好好休息，一会儿啊，给你抓只小兔子来。谢谢殿下，不过还请殿下围猎的时候手下留情。不要让他们太过痛苦。好，等我回来。
真奇怪，怎么连只野鸡都没有啊？该不会被他们都吓跑了吧？我们这么回去，可真丢人。林子这么大，总会碰上的吧？再说了，有我在，你还怕空手而归啊？哎，小峰，你等我啊。我记得公主幼年的时候学过奇术。哦，小时候，父皇教过我和永宁。不过现在有些生疏了。哦。多谢裴照哥哥帮我牵马。公主千万不要这么称呼我，直接叫我裴照就好。哦。叫。叫。你是谁？你可知这是皇家禁院，一般人不得擅入。我是西周九公主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西周九公主啊，李朝未来的太子妃。你知道就好。如果你敢对我无礼，太皇太后可不会轻饶了你。哼，好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动不动就吓唬人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的父亲是当今的圣上，我的父亲是查庄庄主，我的母亲是当今的皇后，我的母亲是庄主夫人，我的外祖父是个武功的茶商。我是西周九公主，我父王是西周的国主，我母亲是丹池王的女儿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中原的顾小五。小五，我是李朝的五皇子李成银。醒醒醒醒醒醒，玄德王快回来了。嫂子，待会儿为父为你引荐玄德王，你一定要好好表现，听见没有？今日十分畅快，没错。你们怎么样？哎，我今天看到那只啊，我一箭就把它射死了。
臣拜见宣德王。啊，宣德王，这位是小女瑟瑟，瑟瑟，快来拜见王爷，快。瑟瑟见过宣德王。瑟瑟，宣德王，小女今天特意。快穿太医！快，快穿太医！翼王，太医，快！快穿太医，快是，快穿太医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公主放心，九公主只是受了惊吓，休息片刻便好。微臣告退。刚才是谁送我回来的呀？是我五哥，还好他及时找到你，不然我们担心死了。他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他没事，他已经去宴会厅那边了。啊，我们也快去吧。哎，你就好好休息，我去向太奶奶告假，你就不要勉强了，啊。哥哥，嗯，明日起你开始教我骑射吧。你一个姑娘家，为何要学这个？只要是翼王喜欢的事情，我都要学。我只有学会了，下次在围场才能和翼王并肩驰骋。哟，妹妹对翼王殿下可真上心啊。行了，赶紧上车。陛下，近日您这头疼之症可好些了？太医给我的这些药方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呢，也只有你的熏香才能缓解朕的头痛啊。陛下整日都在为国事操劳，您还是应该多注意自己的身子，您安康才是天下百姓之福。嗯，朕虽然坐拥江山，可也逃脱不了生老病死，朕只希望我的继承人能保住朕的江山呢。夫妻对拜。你为什么不拜啊？公主先拜。为什么？与太子殿下行对拜礼时，公主的头一定要比太子殿下低，等太子殿下起身时，公主再缓缓起。为什么？这是宫规，没有那么多为什么。公主跟着婢子再做一遍。行高蝶手礼，夫妻对拜。公主的头要低一些，再低一些。公主不能动。起。哎呀，方丈爷。哎，方丈爷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对不起啊。没事吧？鼻子流血了。对不起啊，永娘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刚才是方上衣让我起来，我才起来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呀，对不起啊。没事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方上衣。方上衣，欲速则不达，我看这些礼仪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。公主今日也累了，要不方上衣，您先回去歇息几个时辰，我先教公主练会儿字，如何？你没事吧，方上衣？哎，方上衣，你擦一擦，来，你擦一擦，擦擦。哎呀，对不起啊，方上衣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婢子告退。哎，对不起啊，方上衣。你说那个方上衣，哎呦，每天说那么多话，他也不累。啊，他不渴，我都渴了。方上衣虽然平素严厉了些，可毕竟也是为了公主好。公主用点心，快些学会这些礼仪，自然就不会那么辛苦了。
说到底，公主是想念西周的自由自在了，才会那么反感方尚仪。啊，不说那些了，我们来学写字吧。公主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想家，想家。那永娘教公主家字怎么写。嗯。阿杜，扶公主过来。家。我是真的想家了。也不知道阿爹阿娘现在过得怎么样。我的字丑，被我的字丑哭了吧？哎，没事没事，你是不是也想家了？你也来写一个，快来，快来嘛！来，来阿杜。好了好了，不写了不写了，不写了不写了啊！阿杜不哭，你一哭，弄得我也想家了。好，阿杜不哭了。伤在心里结成。